屏东的江州也蛮是台出的时期，五几年的家事是好点点的台落家。晚上也凭着一顿好的江州，一公斤还有22斤，也两日是跌到将近8斤。因为台立法院内就有立委要求农委会来调查，看系咩有议题出诉法，安尼农民才唔会本钱落反诉堂。糖豆商品强制输胶加一公斤往到8元，刺激的强制一公斤甚至只有3元，本辛苦几年的走农感觉都十分无奈。8元对生人公司都损失啦，因为强制一头吼，一年爱十一张月都剩一张月，人有损失。个人如因做咩做，总共个人人都做，一做人如何出？原本一公斤还有20元行情的造价，台东期底部以下的江都仓存8元，也个改上的家私变通现象，也成为利弊止损的焦点。查看看有没有人为垄断，然后想办法赶快把这个产地价拉起来。我想我们会请公平会，或是说相关的这些司法单位来做后续的这些协助，看有没有人在超过这个价格啊。走农支出。中向阳的足够的皮料同人工业的费用，江浙每公斤要有15元以上，能会有利润。今日造价落到成本以下，真是本走农唔止按样的继续下去。下个新闻，陈文林屏东报道。